下只礼拜就是五一节，新竹人往山乡的内湾路街，讲最近是落冬天，是不皮多越穿越穿的南疆花丛的乡民。我就为这天选到三街，你要赞成到六人十八，无人来行了，让向到来到客家美食，尤其南疆花丛美食业绩，好的味道而吃到合适的中道，有冬冬人讲究改用天花，莫是苗路来煮饭。所以第二部分电都比去年加了三成。农村大块来，四皮多，辣椒花香，老总的香，系前冬年黑到内湾落街，都会卖个客家美食。辣椒花种，业者系用包熟时间米来提糯米，改用辣椒花金铺来念粉，搭配客家料理，搭出来个。因客家乡中头煮鸭、菜脯，哈，这都是因客家料理的一个。当中有一个一家材料。年本到五月之前，都会用民众来点红，煮碗热姜花粽。今年因为日前深度提振几境界，都完全无人来点红卖。五国娘路老天发的煮碗，是增加了三双。唔止该网络该片东东人听哈，今年哈，看东特别的系天东东人打电话过来问，起码要群众哈三千以上。到五月节前，任何日期都冇人出来买。不过热姜花粽特别嘅美食，当多年为到五月节买来食，业者怕十年下来可能会食到嘅猪瘟数量又是半只。今年外包一千只嘅粽，每半年都要数破百枚，都冇限。下个新闻，我们要先做报道。